大家好，我是秋子，今天带孩子们来县里面参加学生运动会了。今天是运动会的第二天了，我们会有很多的赛事，我现在要去看孩子们比赛了。真的像老母鸡啊。外面没人了。第五道是我们学校的孩子。再见，冲！加油！冲啊！我呀！加油！加油！这里是铅球投掷比赛。这个是我们学校的孩子，目前他的成绩排名第一。哎呀，差点电个！第一个，第一，在最后一头被犯超个。五八一，第三。就那么厉害？啊，也可以，也可以。预备。看我们校长好兴奋啊，又一个第一。可以可以可以。